亲抱拥，这期待万人民关怀因为心了你，这期待万人民愿我成功妙地行，这期待万人民愿我成功妙地行。各位维新圣教一清大学一二三四五届贤士同修，请各位合掌。易经心法妙难闻，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愿此功德。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要讲解阳宅三十则。好，很重要的就是地基，地基的范围非常的广啊，尤其啊，我们在乡下，在乡下的住家问题很多的，多的不得了。尤其地基里面，若是原来塞哈个混化混池猪舍低调养鸡场、养牛场、养猪场那你建房子地基一定要挖很深，最起码要挖了两公尺，挖掉之后你再添新的基配料，你挖了之后你爱用手金金爪多一点，整个地基金爪拆拆的，用寿金然后这么多把这个气再拔掉，晦气拔掉，拔掉之后你再用盐盐巴和米焦焦的雷井煞，雷井煞因为这个晦气，若是你不这么做，家里很不平安，所引起的肾脏衰竭这个我什么问题都会来，尤其肾脏衰竭特别的灵验在将近有十七八年了啦，一位吴先生在彰化那个残废一天早上很早了，他到仙佛寺来，到天坛里面拜老祖，看到我他很高兴，他说他专门来谢老祖师尊他的弟弟的女儿精神气象有神问到没神有佛拜到没佛的该解要治
要改运花了很多钱，还是没有效。啊，有一天，他很早就去种田种菜圃，心就很烦。啊，这做不了，所以赶快回来，就坐在客厅，电视一打开，刚好那时候是台视易经风水面面观，啊，他看到啊，我讲的那个是地基呀、啊，房子地基若是原来做别厕所了，做猪粪啊鸡肥了，盖房子前住在里面都会起笑。哦，他看到，好高兴呢，就去告诉他弟弟。说啊，弟弟的女儿也起笑，原因就是从这里开始。所以弟弟原来误会说他盖了一栋房子，他哥哥盖一栋房子伤到他的女儿，发现就是女儿住的那间房间呢，下面是猪粪粪坑，所以叫他那一栋呢，叫他弟弟的女儿不要住。后来他弟弟干脆这样就打掉，重新挖，挖了五六十深，依照所传的方法做好了，重新盖起来。弟弟的女儿住又回到进去住了，还不到半年好了。啊，所以特别要来感恩老祖。啊，希望说师父能够把这个问题，能够在电视上再提醒一下。而乡下的人都很节俭，但是不晓得有这个问题。所以提醒大家呢，若是你们要盖房子，或是你们要帮朋友盖房子，一定要问他的地基下面是什么。啊，若是有养过猪，有猪舍、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养羊。啊，这个或是化学，啊，这都很重要。啊，堆肥厂、堆粪厂，这个上面都不要盖房子，盖房子起来绝对不平安的啦。啊，希望各位贤士同修，啊，要借着你们的因缘，有朋友要盖房子，要提醒他。啊，在也差不多有25年了，26年了。原来我在还台中五权五街的时候，嘉义啊，有一位先生，他来了，是孟虎奈何说他的家中六个人死的起笑，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神门到没神呢。我就跟他占个卦，用意啊，用意勾成动啊，勾成大贵又叮当，那必定他这房子中间是不是厕所化粪池？他跟我说是，那怎么办？我们休息一下，再为各位来讲解。
心闲事，各位所望善诸事。人的住家，我们最容易忽略了。你忽略了住家的风水学，啊，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会很多。刚才嘉义这位信徒，他来问我的时候，朋友告诉他，说他家里六个人四个踢笑，一定住家有问题，但是说不出来。我说谁告诉你的？啊，不晓得啊，他在嘉义车站那边坐，啊，有一个人过来，欧巴桑，伊讲先生，我看你满脸的愁眉苦脸。哦，是啊，那我看你到台中五权五街去问一个张老师好了。啊，那一个欧巴桑就消失了。那么那个到底是谁呢？所以这位先生呢，他姓王。啊，他既然这样，这个阿婆向我都不欢呀，就回来告诉他一定。他有福气到了，所以在来台中五权五街，看看门门到五权五街175号的时候，看到里面有很多人坐在那边等着要问事，我在卜卦。那我跟他卦卜了，就是勾唇洞啊。叫烽火佳人，动二爻，勾唇动，愁化银，回头客，佳人卦，烽火佳人卦。我说你的勾唇是戊己，就中宫，中宫。丑土动画回头客，回头客的标题内底晒哭啦，讲有啦，我厝真深。中间原来化粪池就在中间，化粪池中，后面盖起来，后边又砌起来，规栋砌起来，啊，所以就变成中宫。中宫勾唇土动回头客，啊，所以一家乱糟糟。这位王先生，对哦，我家里这个用了5年，5年要了，家里很不平安。啊，囡啊！一个一个在笑的，笑到王姨母也笑，如果是这样换我，伊也笑。为什么？一家在在在笑啊，啊，伊若无笑吼，挡袂牢啊。啊，这就是这问题。中宫起化粪池。这地基有问题啊，那怎么办？他好房子后边拢起个慢慢慢啊，无土地就化粪池啊。那我那时候我就这个法就请王禅老祖慈悲开示，老祖呢还叫他说，你3个月。抽一次，先保住3个月，叫人抽一次，然后倒10斤盐，10斤的盐倒落，水再给我加落，让它稀释化煞。所以这位先生哎，
啊，他就回去按照这样做，我做是可以啊，那你赶快回去赶快做，第二天就做了啊，抽了过不几天呢，他的孩子一个一个渐渐的正常回来啊，所以这叫做地基。还有一个案例，啊，一个案例在彰化和美的乡下啊，有一排房子，最后大的人起笑啊，起笑刚好在西边是少女，所以这个起笑呢啊，要我们的法师圆成法师去跟他看，哇，结果蒙出来耶，化粪池。现在的设计师、建筑公司啊，为了省钱，把化粪池放在前面的，多得不得了。这是社会的损失，国家的损失。结果怎么办？啊，你在右边，伤女的；若是在龙边，伤男呢、啊？这边是女。啊，所以我们圆成法师在舅公，你赶快把厕所这个拿掉，拿到后面来。在厕所下面没有关系，然后再把水管排出去就没有事。好了，改掉了。还没改以前，叫他三个月抽一次。然后一届几十斤的盐给落嘞，几十斤的盐上街嘛，几百块尔。啊，无去些精神医院，一次要花好几千几万块，他就先做了。啊，女儿就转稳下来了。后来到最后还是要改到后面来，你改到后面来。画就改到后面来，湖边，这个家庭就平安。现在好多好多的新的建筑，地基的前面，你经过要先踏过塞困，所以处如大如令，这是国家社会的不幸。啊，是希望国家建筑法令。法令是活的，建设公司要有道德，建筑师也要道德啊，否则的话损德是建筑师建设公司要负因果啊。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风水学住家啊，不好的话反应最快，祖坟的风水比较慢，住家的风水若是错了，反应很快就到。尤其现在
很多是盖了新的房子啊，好多都不如法了。若是你要买房子，一定要先问他的划分处在哪里啊。有一曾经我们有的信，有一户信徒啊，他划厕所在这里，划分处在里面，结果他都很孝顺嘛，中间是澡，这个地方他这个孝亲房，把妈妈爸爸的孝亲房就在厕所上，这个地基就晦气了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啊，他来问我说，师父，他的爸爸妈妈每次到都市来住就生病了回去，在乡下都好好了啊，来到都市吃了也好啊，什么都好，结果爸爸妈妈来到都市都是躺在床上走不出去啊，回到乡下就好了。我说你的孝亲房一定有问题，孝亲房你下面若是是化粪池的话，没有病住到有病，表面很孝顺，事实上你不了解风水法则啊，或是啊，孝亲房老人家的房子房间上面是厕所，也绝对住了也是不平安，也是百病都来。那这位信徒先生呢，把图画给我看了，就是这一组图啊，这个图呢下面是厕所化粪池，厕所在龙边，化粪池在右边，难怪爸爸来每次住妈妈来了就病了回去，以后爸爸妈妈都不敢来了。我说你最好爸爸妈妈不要来，你要来的话哦，可以大把金好把这拆掉，孝亲房换别的地方，这里不要住，当仓库那就好了啊。后来呢啊，他就真的就把那当仓库啊，大家把厕所放到那一个什么孝亲房放到楼上去，爸爸来了的楼上爬高爬低反而健康，这就风水学，就地基。这个问题发生，这个不幸受冤枉的人多得不得了，国家的损失，社会的损失啊。还有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孝顺爸爸妈妈，他家住在公寓啊，在公寓的
啊，他大约是这形状。结果他爸爸来，他让最大间的床给爸爸妈妈住这边，但是住了很不平安。啊，来这里住，晚上都做梦，命梦假赛啊。啊，爸爸妈妈都不敢讲。有一天就到台中道场来问我，说他爸爸来台中这里睡了，啊，不敢住，啊，都梦了假赛，到底是什么原因？哇，你的房间，他住的地方，你去看缅甸是啥？结果缅甸去好嘞，好，他套房改套房，上面那一户啊，套房厕所都蹲在这马桶，蹲在头壳顶，你唔知多事啊？这是地基，我你赶快把妈妈房子改到这里来，明天把人下，你就得做其他空间就好了。刷几百，刷过来家，家转呢，后期才不会被忙加塞。啊，所以我们的这公益，你大人爱做小心咩？啊，你若要改随随便便改厕所位置，那么要顾虑人楼下的人的平安，不要说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自由，让人不平安就是你的罪过，也许睡在下面不平安的就是你多生的父母，那我们不是很不孝吗？哦，所以我们装潢设计师您一定要注意，好，不要人家要随便盖你的中人叫主人意嘛，但是你爱敢考虑，爱敢考虑下面住的人啊，这个也是地基基本的条件啊。要让师姐买一栋别墅很漂亮，他厨房在这里，楼梯上去。下面呢，增建嘛，增建呢也开始化粪池，啊，造一在上面，每个人要煮饭、煮菜，晒着紧，烧着紧，哦，不敢，不知道要安怎。那时候还在台中五权五街，来问我。为什么做到站到 要煮饭煮菜时晒热都紧？是啥原因呢？我可能跟他卜个卦，四爻用神，下面那一爻，下面那一爻动来克，啊，这呢表示说站的下面就是有问题。就是有化粪池，好，我们休息一下，再为各位来解说。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凡事皆沾，凡事你都要用意，你才能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我一直鼓励社会大众，你们来学易经啊，我们不是补习班，我们是修行的道场，是安定社会、安定人心、安定国家的一个法门。社会多一个平安，社会共同多一个福分；社会多一个不平安，社会国家就少了一个福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见地和思维。所以我希望我们同修，你们易经风水学学好了，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刚才我们这位师姐，她问我说：“师父，她为什么这样呢？每次要煮饭，塞油都紧。”我就跟她用意占个卦：火地进，早喜会地，火地自言火地。这是地基有问题啊。那么卦一粘起来，三爻动，三爻一动，卯木，卯木动来冲，来冲四爻，表示说你站在这里啊，有呢啊，这个晦气冲动起来，虽然不扣，但是冲。他离开厨房就好了，纳闷了五年，快六年。我说你这个化粪池，在后面你房子增建的哈，他对的，而原来在里面，他就把他拖出去了，一寸一寸好嘛，结果。瓦斯炉排在化粪池上，两只脚站在化粪池上的猪棚，莫怪胃肠歹了了也。啊，问了怎么办呢？有什么方法？没有办法，瓦斯炉搬边上去啊，不要在那边煮就好了。你要平安比较好，或是哪比较好呢？啊，所以我这师姐呢。他当然平安好啊，那平安好，你就把瓦斯炉搬到麦多少号，啊，重新修整一下，那就好了。哦，不然他看骗所有的医生也没有用，这就风水就地基呀、啊，地基不固，焉能再道？啊，所以。我们那位师姐原来脾气很不好，因为站在化粪池上心就乱嘛，心乱哦，三句话当两句话就讲完了，所以周围的先生啊，他的孩子都没有办法接受妈妈的这种脾气，改好了就好了。哦，所以这个是天机密，哎，啊，不是一般的说哦，六环的什么阴呐、啊？我们的珠江风水学啊，它的利害关系不是一般人想的那么狭隘啊。因为我们一位师姐啊，她膀胱非常不好。在后里，膀胱非常不好嘞，他没有讲。我去跟他看房子，这里一个漏水桶，水啊，排水孔，站着在这里，站着在这里煮饭。有多紧？
啊，入去也要煮饭，一面煮一面拍枪都出油。我你这。这个是漏水孔，让你的膀胱出问题，啊，尿失禁。又对啊，唔知安怎那安呢？我你给他抬起来，把这个封起来，做封起来用啊，给他砍掉耶。哎呀，叔啊，砍掉水我都清呢，我都漏水呢，没有办法啊，啊，身体弄坏了。啊，你有健康身体，拖把来拖也没有关系啊，所以通起来就好了。啊，那我们一位师姐在大安寺的师姐，啊，师兄的妈妈啦，啊，他妈妈说，哎呀，都是膀胱失禁，不知道怎么办。我一看到你，觉得问题出在你的瓦斯炉前面。有个漏水孔哦，好，对呀，前面有个漏水孔，你回去把那个贴起来就好了啦。哎，他贴起来了，看掉呀，好了，这是地基，下为基，还有啊，我们住家都有一个排水孔。啊，瓦斯炉呢？你就在上面。瓦斯炉在排水管的上面。你虽然你这房子你是增建了，但是下面的排水管是排水沟，你瓦斯炉在上面煮饭，才守不住啦。踩来踩去啦，你会守不住，这就是地基嘛。哦，也是体就不对了啦，什么悬空哀仙胡说八道，体不对了什么都免谈。悬空哀仙的岁月没有这多少年，哦，所以先天体为重，不是在那边窝窝起悬空哎。空空了，很空啊！那所以，我希望我们要有正知正见，体用弄清楚，那我们烦恼才会减少啊。各位唯心善知，各位所望善知识，地基不固。焉能载道？啊，所以地基的智慧非常的广。曾经我看过一家工厂，很大的工厂，厕所在这里。那么厕所的管子往这边拉，啊，董事长办公桌就坐在水管的上面，老板，啊，那我到这里跟他看房子。我哎，你的水管安尼造吼，他对，安尼你拄拄刚好坐在这个化分子水管的，讲你是底层内底外底拢有啊吼，对啊，你怎么知道我有痔疮？他的老婆讲，叔，你卡上来掀开看哟。无啦，你现在看都未赴啊！哦，你这就是这里排水管从这里出来汇水，所以你的办公座位
坐在这里算工厂对了，但是你姐家呢卡成了，你想安吧就高山啊。哦，对啊，卡成了酒啊，那么那是痔疮在我地都有了啦，我你赶快移走嘛。好，你把办公桌你我都过来嘛，接到接过来多少嘛，也把它移过来就好了，你不要做就好了，我马上移了，马上说。哦啊，所以说算了，过好几天我们我在仙佛寺，他又带着朋友到仙佛寺来，我说叔，我还底层好啊嘞，啊，那么安卡生嘛好啊嘞，奇怪嘞，迄讲的带头汉人那么厉害，我地基嘛，晦气嘛，我们做了阴阳二气，啊，不是我们所想的啊，把你的空间加高嘞，不是这样，不对就不对，不要强辩。正是我印证出来的道理，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这方面你要牢牢记住啊。又有一个案例，也在丰原啊，丰东国中附近啊，有一栋房子啊，那个信徒感觉说每天晚上还是为什么白天一到下午三点以后就会感觉有两个人在房子里面走来走去啦，全家人都坏阿婆走来走去，阿祖看无，阿看个有。哦，那时候干嘛毛毛了啦？当时在丰原丰东国中，因为校门错了啊，所以里面很不平安。我帮他改过以后呢，学校平稳下来了啊，就在丰东旁边，丰东国中旁边。我跟他占过卦啊，占卦折地翠，二爻动官鬼又成熟啊，折地翠化为困卦，成熟有阴邪，官鬼爻，官鬼要成熟，必有阴邪之气在里面。好，那我跟他沾了。卦呢，就在这个地方，再另占一卦，另占一卦的啊，这个方位在这里，我这里挖下去，这里有孤魂幽灵，一定有骨头的呀，金昂的呀，啊，所以回去了。就找人来挖，结果从这里挖，按照这个方位，在卫方，卫方挖下去的都多金刀暗，两暗一上一下，黑马公务啊！啊，那说建设房子建设公司，没卫生气啊。啊，就安尼塌咧，甲起起来，所以两位孤魂幽灵
因为不要嘛是三点以后就开始有看到人影两位。哦，所以我起来甲拜拜咧，讲歹势，这是我咧带。哦，那个上去观音山上面那里，丰源观音山面顶遐有供的塔，啊，去传拜拜，刷去遐的话，到现在二十七八年了，嘛不过发生遐代志啊，所以这是地基，所以我们这块土地吉凶如何，若是四爻。官鬼动的话，表示那块地有阴邪阴灵啊。若是又成蛇啊，必定百分之百有阴灵，那怎么办？怎么办？你可以单独用意来占官鬼在哪一方。然后你要准备一个祭拜，啊，准备三星、酒类，还有菜饭、水果，寿金、土地公金、四王金银纸，各三千，啊，请。本地城隍爷、土地公做主帮忙，啊，家要供养地上这个地的孤魂幽灵，啊，能够啊回归本位去修行，安尼来就会平安啦。啊，今天时间关系到这里就段落，祝福各位。